不要妨碍我做作业好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喂，哎呀，失败！丁达，你替老爷玩一局。哦。拐了！妈呀，漂移了！哎呀，丁达，丁达，干嘛呢？做作业了吗你？作业 ，iPad 还是还给你吧，我要去写作业了。快去！成桌。哎，你过来。这你给他买的？我买的。满意啊？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这是干啥呀？不年不节的，快起来起来，满意。我求求您了，行吗，程叔？您就别再折腾我们家了，行吗？啊？你就让我把这离婚证踏实领了，不行吗？啊？你这么瞎折腾，一趟一趟的，这是干嘛呢？我管您就是叫爸爸了，行吗，爸爸？哎，我以后就算程叔不回来，我也不会抛弃您的。我把您当亲孕妇一样对待，我带您养老送终还不行吗，程叔？你别折腾了，行吗？行吗，程叔？看你这话说的，满意？起来，起来，有什么话咱们起来说。程叔，你答应我吧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我求求你了，行吗？我求求你了，爸爸。哎，丁满意，你给我起来。干什么呢你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知道吗？你怎么能给他下跪呀？我这说服工作都快成功了，我这您来干什么呀？您这是什么说服工作？成什么功啊？你就靠下跪成功啊？这是我的一种沟通方式，这是什么方？我不许你用这种方式对待这种人啊！这泥鳅似的人，你就只能专政。我说那会议记录给我。哎，你别有来，哎，叔，啊，是这样，大夫说了，我也没什么大事儿，今天就能出院了。你要是方便呢，你就过来接一下我；你要是不方便呢，就算了。方便方便，我现在就过来啊。哦，那好，那我就在医院等你。啊，好，哎，我出去办点事儿啊。来，去。
喂，燕儿。喂，满意，你在忙吗？没事，你说。我是想你今天如果方便的话，你来接一趟我和我爸爸。我方便啊。那好吧，那我等你了。那好嘞，我马上就到啊，你等我啊。这俩人有什么情况？俩人顶起来！满意啊，满意啊！怎么亲路中间来了？啊！我愿意。是不是没办交通规则了？哎，满意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走了啊！呜呼呼呜！前面出车祸了啊，先生稍等一下啊。多长时间啊？雅哈，孙老师，这么巧啊，走不了了。飞过去啊，飞过去啊。你让你车啪啪跳过去，跳不了啊，那我走了啊，再见啊。你等着。走吧，白叔。这白燕怎么还不回来？白燕在一楼办出院手续呢，咱下去一块儿就走了就。小丁啊，哎，听你白叔的，你呢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啊，赶紧走。我没什么事儿，白叔，晚上我这不来接你回去吗？我已经约了人了。我过来搭把手呗。我再说一遍，有人来接我。我知道，他来不了了。谁来不了？谁来不了啊？白叔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，这个路撞了堵车。来了就好，小四。都收拾好了吗？啊，他都给收拾好了。收拾好了啊，咱走。好，走走走。好，那个你拿得了吗？这么多东西。嗯，你拎着，我扶着白叔。我就说嘛，有人来接我，他没气都不错呀，是吗？回去咱们好好上两班啊。慢点吧。走前的，慢点，白叔。那是你的腰啊。第二，你坐里头。啊啊。嗯。哎，坐那边。啊，行了，丁梅，没你事了啊，走吧，骑着你的豪车。白叔，注意身体啊！哎呀，总算是回来了。放那个地下就行了啊。又捡了一条命啊！行了行了，放这就行了。哎，小孙，辛苦啊，辛苦你了，今天。没事，您就把我当你儿子使唤就行了。哎，来坐坐坐，坐陪我。你让人家回去休息吧。陪我杀两盘吗？杀什么呀？杀两盘？你刚刚出院就玩着急上火的东西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先回去啊。您先歇了啊。好，好，好。那谢谢你啊，小子。燕儿，嗯，你怎么能对人家小孙这种态度呢？人家大老远从医院接我回来。我怎么了？我让他回去休息，怎么了？嗯，你对那态度就是不对的。我怎么不对了？你说来听听。他谁让他老说人家坏话呀？他怎么说的是坏话呢？我看他说的是实话。丁满意就是还没离婚吗？他岳父就是个刑满释放犯。那也用不着他说吧。哎，燕儿啊，要我说，小孙这个孩子还是不错的。要修养有修养，
要形象，但形象是，是也还不错吧，长得有点像我，特别是那眼睛，是吧？你说他跟丁满意同时追的你，你怎么就看上丁满意了呢？哎，您就要说这个是吧？嗯。那我一会儿再听，我先给你投个毛巾擦擦手。每次一说到这个问题，你就回避。